不一样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设计哦，这是孙淑媚 ，A 是裤装哎，第一次看她穿那么漂亮。哎，她今天很酷哎，但她如果裤子可以再宽一点，我会觉得更酷。但她已经很特别，很酷了。很酷哎，有点像日本的那种。是，因为他右边。乱谈，阿翔昨天庆功宴应该喝多了哈。怎么了？羞瓜羞瓜。今天好像眼睛有点肿。今天比较肿哦。对，黑白大叔。他这个整个造型比他的唱片造型还要漂亮。然后你看他的那个后面所拉下来的那个发髻的马尾，是漂亮，整体效果非常好看。很有霸气感，对对对，我觉得 他手上才应该带很多五维博维碎碎的东西，很多对，就是像比较摇滚一点，丰富一点，因为它比较酷的感觉，就是把轰趴佛珠什么全部穿在一起，对对对，那就会完整。对，孙淑媚这次成功了，透过红毯，让大家去看到了她的另一面，重新的样子，那个样子不太一样。方志友，方志友，对他前两天滑倒，哦，方志友有生之年的女配角入围，哦，他前两天滑倒了，这么敬业，你还是穿他们家的鞋，不要羞我，哦呦，天哪，还是要起来拍个照，对，但他这件礼服是漂亮的耶，很漂亮，但太短了，太短，长一点话更好。很像女王方文琳，方文琳跟黄迪洋，实际上黑白的图案实际上不好穿，不好驾驭，而且线条也看不到，它的图腾太复杂，然后剪裁也复杂，所以对线条就看不到，要不然它的可以入围一下，可以放进购物篮，是可以放进购物篮。淑媚换衣服嘞，哇哦，它是裤装，它是裤装，哦，这是裤子，它是 one piece 一件式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连身的。我必须要说，这是我看过最美的一天的淑媚，你知道吗？非常标准的 tuxedo 的穿法。白衬衫的袖口跟西装的比例细节，然后你看非常有经验的摆 pose， 看上那只钻爆就知道，帅，蛮帅的，帅，气质也好，就等李明顺出来，然后再决定哥哥弟弟要不要剪辑，有气场，曾静华，哇，这已经给了，一定给的啦，哇，造型很特别，好看，年轻。哦，哇，很明显的，哇哇哇，他一直在吸气，一直在吸气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核心不断的在用力，哇，出力，哦，有，你看，因为闪光灯在闪，他的那个哦，有用力，巧克力，哎，我觉得这应该有些稍微，你知道，这也是南半球，充血一下，南半球有漏，有，因为老师嘛，要先充血一下，有，帅。哦，好喜欢他的狼尾头哦！对呀，完全符合他的个性，是，就像炸开来的这个头发。那他溜溜球球就可以哈，他可以，很好看啊，很好看，很顺，他怎么样都很合理，牙齿又白又没有烟垢跟牙垢，太好了，好给你，好给你第一帅，目